这个 The One 其实在，它是我截取骇客任务的那个救世主的概念。那因为以往我的作品是大量的重复贴上，在我的作品就已经因为大量重复的关系，就是缺乏一个主角。我这一系列就把它这个主角特地抓出来，就在讲这个救世主啊，或是一个非常重要不可或缺的人物。我觉得我的艺术家角色会在观察社会，我的中心的一个思想就是我会提出一个很两边很两极的一个概念，然后去让人思考。其实我没有说哪一个是对哪一个是错。那像 The One 这个东西，就是在有一个职位叫做救世主之后，那他会发生什么事情。当他很纯粹是一个神职的时候，他的确是拯救，可是当他被职业化，被赋予这些权力的时候，这个权力会让它变质，它就会产生很多的问题，比如说太阳花学运、天安门事件。那不管飞得多高，终究一天它还是会掉在地上。超人是我们一个想法，一个概念，不管你要怎么觉得自己怎么无敌，可是你终究是凡人。就把这个超人的样子的大概形象画出来，可是我没有画他的五官，因为我觉得这可能是每一个人不同的状态都可以投射在上面。这一个像木扁的一个元素，我就是截取超人里面的反派的一个对话，神都是自私的，他们身穿着红色披风飞来飞去，永远不肯和人类分享他们的神力。也就是说，其实他被神格化了的同时，他其实也造成我们凡人的困扰，然后这种困扰只要一造成，他的神格马上就变成凡人。这个系列作品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元素，就是这个像这个彩带，通常会出现彩带的这个时候，通常是在可能一个庆典。在这边的彩带是它是被控制的，它并不是那么自然的飞，更精准应该是漂浮。漂飞感觉有一个方向，可是漂浮它没有方向性，而我很喜欢这种不确定性。我觉得每一件事情并没有那么美好了，就是即使那么美好，它也有可能是假象。我这一件作品叫《神旅》，我讲了好像里面有很多资讯，可是其实我想传达可能是就是一无所有，或是就是它就是一个废墟的概念。像这个雕像有一个人物，它会不会被立像或立碑？它就是有某种程度的被敬仰、被记忆，它想要被怀念。有这样的元素，很多都是一个半毁坏的状态，或是它是一个被建造中的状态。我没有明确定义它是要建造，或是要把它拆毁。对，我觉得这个应该是留给观者去想象，我不要把这个问题说死了。